先回去吧，接下来我们该去的地方小孩子不许出入。谁给你小孩子，我明明跟你同龄好吗？爬爬爬，你这一身穿到那边破酒馆，保准被一堆流氓打劫。那你是不是应该也换一套衣服啊？魔法学徒不也是被打劫的重点吗？那也得看着什么魔法学徒啊，布林姐这张脸在皇城啊就是横着走的代表好吗？而且不是说好了卖给我家的吗？你家能比拍卖行卖得多？那不行，亏本的事情我可不干。那就闭上你的嘴，指望你还不如指望有富婆来拍卖。哎，行吧行吧，那要我帮你联系拍卖行行吗？不需要，老娘自有门路。裤子咱们走。哎，别忘了有我三分之一的分红啊。吵死啦，知道啦。什么玩意儿，你这是中风了吗？没文化，这叫摩斯电码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布林姐，好久不见，你终于来看我啦。好久你个头啊，前两天不是刚来找过你吗？哎呀，一般的朋友都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更何况是我最亲爱的布林姐呢。小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让我干啥，不就是帮你把那小破皇冠还回去吗？求你了布林姐，我都在这个地方躲了两个星期了，根本不敢出门。谁让你胆子这么大的，皇后的王冠你也敢偷？哎呀，谁知道那是皇后的别墅嘛。什么，你是说前一段时间被偷走的皇后的王冠是她干的？小声点儿，布林姐，你带来的这个家伙什么情况？巴不得我被抓吗？裤子，你闭上嘴！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新收的护手，就他！哎，怎么还瞧不起人了？信不信本大爷给你一剑？好家伙，居然敢跟本姑娘这么说话！来来来，我们来试试手。停！要打下次再打，这回找你有正事。来来来，给你看看这个东西，吉拉风的幼崽，哪搞来的好东西？卖给我吗？卖给我吗？做你的梦吧，帮我联系一下拍卖行，回头给1%的佣金。才1%啊？难道我不是你最可爱的可乐酱了吗？看在我这么可爱的份上，怎么着也得10%嘛。2%？9%？5%？不能再多啦。成交。另外，请你结下账。第一道贼出场费20金币，上夜户吹费50金币，冒着被抓的风险出来陪你聊天费100金币，总共170金币。哎，谢谢灰姑，你真是掉钱眼里了。这样吧，记在账上，什么时候你的账上我欠了5000金币了，我就帮你把王冠还回去。成交。冯姐，你可真是我的大宝贝。